来抓一遍，抓一下，抓一下，来。哎，嘟嘟嘟嘟的。那没写。文文来了，有吗？上不完，上了歌。我说一人五分钟，我写完了。我没写，我说了没写。为什么还没写？我说给我十分钟，我能写完。不敢。你呢？展示没写。我说了没写了，我时间写了。我看。你俩再说。一百个，救命！你已经一百了。你刚刚那个真的好好写。真的是。哎，写了吗？写了。唱一个。好。一笑没事了，我以为你。这一直不动，我以为拿拿手。做够了，做够了呀！自己说，真的做够了，真的做够了，不是梁姐说，真的做够了。是。大姑奶。什么事来着？我是活着。第二谁？还没到，还没到，还没到。你看他怎么意思？要那么用力过猛呢？不知道，就是每次你放飞自我的时候，你就伴随着破音的飞翔，情绪到了，然后就开始心飞翔，破自在，是吧？哇哦！哇哦！好，还有哪个？哇哦！哦，有的行。这时刻要见过真功真道。我的无处怎么把你留住？无谓的陷入只会让你感到麻木。你不在乎，早就忘了当初，只留下我一个人在黄昏中迷路。我们俩陷入这错落的手，启动了只那这次的伤口。看见你流下的泪，说出的话，你不用珍贵，以后是纯粹。能不能问一首歌？
千万千万不能去用字儿去抵，用字儿。混乱中有种人类受伤，受伤。乱中有种人类受伤，人类受伤的错觉。对对对，一定要下去，因为你停在，你很喜欢停在这儿。混乱中有种人类受伤的错觉，对，受伤的错觉，对，就直接就滑下去了。割断幸福喜悦，对，相爱已经幻灭，对，它不会破的，只要你压得住，几乎是不可能破音的，除非你想往上跳，懂吗？除非你想往上跳，它才会破。好 ，OK。年轻的世界上还在说，在说，该是可以帽子加地都不尽头，这位不完全是哨兵，我寻找出口，赌博的喜怒哀乐一圈圈全部都收在尽头，如果爱它会变心，那也会变出伤口，几次我想劝阻却不知如何张口，他们觉得这样的爱才能走得长久，我尝试习惯这次为陪伴，无限的循环都是畸形的，像乌云蛮阴魂不散。错了，你唱错了，你带着宠爱变成了常态，你出现便是我们的妨碍，是否还分得清爱还是伤害？如果这种爱是玫瑰，你花心都是黑色，以爱为名的规则不会配合，规则被爱毁了，你拍着又是为何？变质的内核和不能发声的被害者。哎，怎么感觉我这句词有毛病呢？当这种混乱成为了常态，你出现便是我们的妨碍，是否还分得清爱还是伤害？哎，我这……那放下，再听。不行，我觉得这段真的太……当混乱成为常态，一出现便是妨碍。咋的？再放，再听一下吧。我，反正我就是没想到过好的。写这首歌的时候一直都觉得挺困难的，他们前面两个和后面都是 rap， 就我这儿突然要唱旋律，然后我就不知道他们都要唱什么东西，所以我就很难写那个地方。四面楚歌，四面楚歌，到你这一块了，宋老师。哦，死者都是山羊头，快让我喘不上气。口罩遮得住我脸庞，遮不住压抑。每天上班下班好像是在菜市场，麻烦你们先去保安那里做个登记。我自己觉得，我就每天上班下班都是菜市场，然后保安自己做个登记，我觉得这两句会有点水，这样子。嗯，就是我能听明白你什么意思。如果你不能改，你怎么改？给他想一个八呀。遮不住压抑，反正我觉得这个麻烦你去保安那儿做个登记。哦，因为他们从来不做健康保险。对，所以说我想留这个，然后我想跟前一句话跟这个保安那里做个登记，做个就是逻辑上面能顺得下来的那种。我在想这个，
我每天上班下班都被挤得脚不沾地，麻烦你们先去保安那边做个登记，我不是 rap star， 干嘛跟我 PO？ 就这样就接上了吗？脚不沾地也不挤得，对吧 ？OK。然后如果有治疗做的话，我建议音乐把这里空出来，可以叫音乐老师把这里截掉一个场钱。啊。啊，我觉得可以，对吧？把这个弄回去。我听一遍四月楚歌吧，来吧，不是词儿不写完了吗？嗯。我开始可以帽子加低躲避镜头，车位不满全是哨兵，我寻找出口，对我的喜怒哀乐一圈圈全部都射在镜头，如果爱它会变心，爱会变出伤口，有几次我想劝阻却不知如何张口，他们觉得这样的爱才能走得长久，我尝试习惯这无所谓陪伴无限的循环，所有都是畸形的像乌云般阴魂不散。这地方如果有没有可能说突然变一下呢？不是凶，他凶完之后，然后你如果这个时候很乖呢？这次我想劝阻，却不知如何。对，有几次我想劝阻，却不知如何张口，这样会不会好一些？弱势，然后突然，然后慢慢的给一点点。觉得这样的，现在只有在唱。有几次我想劝阻，没有那么夸张。再试一下，试哪里？我几次也想劝阻。真的很帅，虽然说夸张了一点，但是你可以，只是自己找个度。一上来就垮了，没有，是好的，是好的。对，开始是好的，但如果你还能再对你可以厉害一点的话，有几次我想劝阻，却不知如何张口。太近了。几次我想劝，有几次我想劝阻，有几次我想劝阻，却不知如何张口。这就开始那个。咱们觉得这样的爱才能走得长久，我尝试习惯这所谓陪伴。这要起了。我尝试习惯这所谓陪伴，无限的循环，所有都是畸形的，像乌云般阴魂不散。Yeah. 但是我的没气了，可以的，是可以的，确实还行，有点突破啊。再试一下，再试一下。老师就是要求我做出那种唱的跟 rap 的反差感，这首歌就是要表达跟乖小孩有一点反差的感觉，就是要那种比较叛逆的方式去唱，就是要激昂一点。就是你天天来烦我，然后我要怼回去，会不会太拖了？那没办法，所以我说我改词改。你改词没有关系，这跟词儿没关系，这是旋律的和弦在那儿摆着，你怎么改？是，在这个它的和弦，它那个旋律的给的和你这个是严丝合缝的，就是你没法动的。OK 吗 ？OK 吧。经过了无数个日夜的，我跟我自己的争斗，最后确定了一个，自己那一段旋律要怎么唱。但是我其实现在都还比较紧张，因为我也不知道这个旋律大家听了之后会不会觉得还可以。Hello， 写了第一次，我来看一下。冷雨里的生活，动不了，就感觉像是中了疯了。It's stronger， 如果是这样，想想值不值得？出过水就不能生活，像是四面楚歌。哎，我觉得这个英文几句英文 ，Don't bother， it's stronger， 听懂吗？不错，写的很好。书和水就不同，跟那个四面楚歌。谢谢，写的很好。他们觉得这样的爱才能走得长久，因为就是每当我们说哎呀别跟了求求了，然后他们就说哎呀你不没人跟你就完了，就是这个意思。还有那个麻烦去保安那边做个登记，就是突然有灵感了，就突然想出来这么一句幽默的词。就是他们每次我们开车进那个小区，他们就直接冲进去，就是不扫健康宝也不干嘛。但是绝大部分啊，我也不知道，我怕冤枉了做登记的朋友。
写的就是生活中的自己，因为平时我出去玩的时候是不喜欢戴帽子的，因为就是觉得戴帽子特别难受吧。然后就是为了出去玩，万一就是被跟了呀啥的，就得戴帽子。所以就写的是什么，我开始刻意帽子压低，因为我真的，我每次出去的时候，就比如去公司训练，然后出去就是跟家人吃饭，相当于我弟弟他们还要帮我就是探路，他们下去看，然后回来跟我汇报说下面有没有什么什么几个人啊，几个人就是不满哨兵，因为他们不管就啊太厉害了，特务真的007，这边就是站几个人，这边站几个人，就连我打篮球的篮球场都有人，太恐怖了，就是不满哨兵，然后挺恐怖的。不管是以什么目的来跟我们追着蹲我们拍我们，所以说他肯定的一个出发点是喜欢或者爱这方面的，所以说我第一句词是如果这种爱是玫瑰，因为玫瑰某种上来讲是代表了爱嘛，但是花心都是黑色，因为黑玫瑰它代表的是一个绝望的爱，这种爱会带给我们的压力会很大。其实当时我在想这一段的时候想了很久，我都没有想到到底要怎么写这个词，然后我就联想了一下以前在机场大家不是都要拍我们吗，一些路过的比如说小朋友啊还有那些老人，他们就是可能在那儿站着，然后他们就会被撞到啊，然后反正看到的时候就感觉很难受吧，就是在这种不合时宜的场合的出现真的会不仅是干扰我们，就是也给路人们带来了很多不好的影响。啊，那个林老师。Hello。Hello。来吧。他现在是团里岁数最大的是吗？对。那你是大哥啊。是大哥。是大哥。对，你稍微有点样子好不好？大哥。大哥。Hello。我的嗓子我一点都不难受，没有感觉到，想理解，我真的用不了他那种方式。觉得很想你，觉得很想要你，虽然我们一起装得很得体。耶，你心里各种翻云覆雨，我知道你随时随地都可以。我想象你口红的每个细节，希望我偷偷吞口水的喉结。我没在怀疑，给我给不给你，我还没有完，你请你别偷袭。拉开热面的手心。驯服在我的手心，一阵阵好怪怪的。我记得对前没排，什么时候排？排完了呀，排完了呀，没排。我没有排，没事，没事。没事，简单的样子。高潮的，高潮的。啊，可以，可以回来 ，OK， 好。然后你就回来。甜蜜蜜，高潮的，你往外转，往右转。甜蜜蜜，还是甜蜜蜜。我直接走。Baby, it's a piece of cake。好，这样子顺。好的。再顺一下哈。我天，我也太
甜蜜蜜。It's okay. 我跟你说，你到这儿之后，你不用，就是你走，你是在这儿吗？笑啊！高潮的甜蜜蜜。啊。高潮的甜蜜蜜。Baby, it's okay. 很有一种当短跑运动员的感觉。你不用动了，我不用动了。好，我们俩是这样。你为什么要推他啊？应该就是骚人。你一个劲儿走啊。OK。你们俩是嗡嗡。过来停。来，你也要脚，你们也要站起来，我要去走。三二一，啊！好，再一起来。OK，OK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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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，时间，哒哒哒哒。啊！要一口气哦。还可以。你行吗？没用力。那你用力。你自己要用力。你得用力，你不用力最重。对，你自己要顶胖，而且他要有抬膜。好，来先试一下。他脑溢血都给我抬出来了。当三二一，啊！主要不想，你为什么不动？你为什么不用力啊？三二一，对啊，这样不是悬了吗？你为什么不用力啊？你不能完全靠他。川哥，你不能全靠我呀！我这个小小的身体可受不住啊！搭的时候边坐边往后边稍微松一点嘛，好多巧合。